说天道地论古今，万词也需要创新。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勾结蒙语杀董卓，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战将已无数，三英无法挡他路。要问三英哪几位，是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闹地，铸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用脚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这三顾茅庐请出恶。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雷战鼓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这个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笑里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折。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们为民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使前浪拍在了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外唱。陆云龙，公孙胜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。木叶叉孙二娘，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。花和尚陆志山，走南闯北开大奔，活阎罗栾小鸡，成天成宿打飞机，小旋风是柴进，坐着地铁玩微信，这个屌丝真给劲儿。青龙白虎身上印，毒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，爱叫虎是王英。男的居然来月经，扑天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。神火将为定国，为了金钱远全落，跳界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，九尾龟陶宗茂，身穿体阔非常胖，随时随地马屁放，是一浪高过另一浪。以上全部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。小林昨天很受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太嚣张，再来惹我就开枪。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上铁锹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跪下叫我林大人，谁要再敢欺负他，鬼就把